日出康城分多期发展，各有优势。其中第八期 Sea to Sky 控居临海位置，坐拥一线海景，兼向将军澳跨湾大桥美景。此外，由 Sea to Sky 步行至港铁康城站只需要几分钟，尽享铁路便利。Sea to Sky 由三座组成，提供约1422伙，主要供应中型单位，实用面积介乎400多至1000多平方尺，间隔涵盖2房至4房，部分单位配置露台。项目主打2房和3房户，并不设特色单位。项目嘅会所提供30多项设施，包括泳池、健身室、电竞游戏室等。仲设有观景升降机，可以直达海滨长廊。除了享用会所设施，住客亦可沿前方海旁的单车径踩上跨湾大桥，欣赏美景兼运动强身。Sea to Sky 毗邻大型购物中心 The Locus， 餐饮食肆、零售商店、休闲娱乐应有尽有，是将军澳区内最旺的消费热点，可以满足一家大小的各种需要。日常出门除了享有铁路便利，亦可前往康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或者环保大道，乘坐小巴或者巴士前往港九新界多区，四通八达。